现在父子队然后跟那个夫妻队都已经出来了啊。铁蛋儿，其他的狗都吃上了，你没吃上啥感觉啊？想不想吃？想不想吃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仔啊。咱们今天这个不是月底了吗？然后咱们给我一队成员开个会，然后把他们一一的都整出来，然后谁有奖该赏赏，谁有罚该罚罚。咱们现在把他们一一的都整出来。咱们先把小花跟小黄整出来啊。现在啊，夫妻队小黄、花花出来了，然后咱们再整那个父子队啊。现在父子队然后跟那个夫妻队都已经出来了啊，然后咱们马上开会。好家伙，先占个地盘。黑豹也好久没有和大家就是见面了啊，今天黑豹和大家见个面，黑豹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？行了，咱们开会啊，开会，去给咱们拿吃的，先闻闻味儿，看你这个月有没有奖励啊？哎，闻闻味儿啊。闻闻啊，要吃。现在啊，开始开会。然后就是铁蛋这个月，哎，出来光跟人家男的搞基。哎，这家还不听话，然后每次晚上回去的时候都不回去，是不是啊？是你吧？然后咱们再说一下黑豹啊，黑豹这个月特别好，没有在笼子里捣乱，每次积极配合。来吧，哈嘎。哎，来吧，咱们再说一下小黄跟小花。小黄这个月没少被大狗欺负，但是还勇敢的往前上，非常不错，来奖励，非常好啊，非常棒。然后花花这个月对小黄对其他的狗老是凶，老是吵吵，但是啊忠诚于主人也特别好，来块奖励。哎，好狗。花花也做的特别好，特别棒，知道疼老公，特别好。铁蛋儿，其他的狗都吃上了，你没吃上啥感觉啊？想不想吃？想不想吃？以后出来还跟男的搞不搞基？啊？说话。以后晚上拉你回去的时候，回不回去？啊？回去不？说话。你和你生活都代表你同意了啊。行，你也来一块儿，以后好好表现，天梅，好好的。然后啊，咱们现在给他吃这个肉都不凉，都是我用那个水泡的啊。现在啊，这个月没少让黑豹就是在笼子里憋着啊，然后没和大家怎么见面，然后这个月主要是培养花花跟小黄，然后呢就是以后孩子们不听话，然后就封你为那个护孩使者，听没？现在你的名字是护孩使者，来吧，再奖励一块，以后好好的一队。哎，咱们要把一队发扬光大，听没？来吧，这个月你们的奖励都满意吧？花黄蛋都满意吗？哎，现在小黄会吃了，之前一吃都是那个一口闷，现在细嚼慢咽，这是学精了啊。然后花花这边吃完了，花花也做得特别好，来再奖励一块。哎，黑豹这个月在笼子里没少就是憋着，然后没怎么和大家见面，以后咱们肯定会让黑豹和大家多见见面啊。现在是我所有的一队成员都在这里啊，所有的一队成员都在这里。然后铁蛋这个月非常让我难看，每次拉你不回去啊，每次那个雪豹和雷豹一出来你就和人家搞基，还和蚂蚱，你这家连锁人家了，不听话一天天的。但是啊，
现在铁蛋儿这个脾气起来了，然后对付那些大狗小狗都敢上都敢打。来吧，再奖励一块，这一块是为了奖励你勇气可嘉，听见没？好好的啊，以后咱们一队要超过二队和三队，哎，多好，是不是？现在能看出来啊，现在小黄就是在外边有点不习惯，然后在外边有点怕车吧，因为现在还小，才四五个月，对吧？慢慢的，以后长大就没事了。咱们以后没事还是要多带小黄出去溜达溜达。小花现在很好，现在小花在外边不怕，在那个家里也不怕，脾气一上来就开打，特别好特别好。铁蛋儿就是让我难受，一天天拉大不走，干什么也不行啊。铁蛋儿一天天的让我一队当笑话了，这个月我的脸都让你丢光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啊，脾气一定要起来，谁有打你就给我打回去，听没？谁也不能欺负咱一队。来，再讲了一会儿，以后好好的表现，听没？铁蛋儿，以后铁蛋儿啊，不管雷暴、雪暴还是皮蛋儿，谁是谁的，只要打你，立马给我打回去，听没？不管受多少伤，多少伤后边我给你担着，但是你必须给我打回去，咱一队不能丢脸。给咱们准备了一点水啊，吃饱饭了喝点水。来花喝点水，好好的啊，以后不要再欺负你老公了，天梅，你老公对你多好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不要再欺负你老公了，来棒，喝点喝点喝点，哎，顺顺嗓子啊，顺顺嗓子，来蛋。哎，有好好的阿蛋，阿蛋也特别好是吧？哎，别人没有的技能咱都会是吧？咱慢慢学习，是不是？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咱要及时改掉，对吧？好好的啊，以后来吧，盆子就搁你面前了，还不喝了，还想吃。看那个眼都红了，这家伙。行了，现在咱们一大队开完会了啊，然后这个月你们的奖励，哎，都发给你们了，都挺好啊。然后现在把他们都整回去，然后让铁蛋儿那个在这待会儿吧，因为在笼子里啊，那个也不方便，因为他这几天那个伤口刚愈合，心情也不好，所以让他在这玩一会儿。走吧。孩子们回家，这是给人家小母准备的啊，小黑准备的。虽然不是我一队的狗，但是我也要去精心去照顾。然后这个月他们没什么，就是玩伴，然后一出来就跟花花、小黄打架，所以咱们必须要照顾到位，对吧？然后没人照顾他，我照顾他；没人疼他，我疼他，直到他找到新主人。慢点吃，慢点吃，细嚼慢咽的啊！哎呀，细嚼慢咽。行了，让他在笼子里吃吧，然后咱们去就是打扫一下战场啊。现在啊，小母吃完回去了，然后小黄跟那个小花这个月，然后表现都特别好，虽然有几个大狗欺负他吧，但是他敢反驳。哎，这点咱得鼓励是吧？然后带着那些就是毛病，然后咱们做队长的一定要去尽心的，然后让他改掉，慢慢的让他改掉，去鼓励他，然后让他就是不要再犯。然后花花啊，然后对老公还有对其他的狗都是，只要一对不上号，哎，他们就开打。然后跟这个小母啊打了有很多次了，所以这个小母现在就是也不归一队、二队、三队，他是列外的一队。然后咱们必须要去精心的照顾他，虽然他跟别的狗玩不了，但是咱可以陪他玩耍，对吧？然后现在啊，我去疼他爱他，然后直到他找到新主人。还有就是黑豹，
黑豹这个月在笼子里，然后憋了有几天嘛，没怎么和大家见面，然后这个是非常抱歉，因为现在那个在培养小花跟小黄在外边那个打斗跟那个习惯啊，然后所以咱们就没让黑豹那个出来啊。行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